我叫楚星河，星辰宗少宗主，本该一脚踏上巅峰，却被一脚踢出宫门。也正因此，我决定找寻自己，踏上重振宗门之路。师姐，我可是非常期待你将来成为万界最强之主。谁欺负楚星河，就是因为我楚灵儿过不去。看来星辰图在此子身上。星辰宗少宗主居然躲在如此边远的地方，还真是难找啊。谁想要找我楚星河麻烦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只要成为蓝帝星第一强者，找到父亲，能保护自己重要的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幽龙就算暂时搁浅，但最终还是会重归无垠大海，那里才是属于他的天地。一定会夺回属于星辰宗的一切。